这么低好吗？可以高一点。嗯，好。这样我要看哪里？都可以。哦。分享一下今天的搭配。今天就是配一个 Speedy 的 T9，这个桃粉红色，我蛮喜欢的。主要是搭配一个小热裤、泡泡袜，还有这个 Mary Fan。对，还蛮可爱的。我很喜欢这个泡泡袜，就蛮想穿去打篮球。他刚逛店之后，你知道最喜欢的区域这次新店？最喜欢的区域哦，一楼男装区都还蛮喜欢。对。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？跟大家分享。接下来就希望赶快找到结婚的对象，生小孩。你怎么会说突然？昨天过生日，就我自己好像就长大了，就不想要再继续大下去。对，然后找一个对象一起，一起成长。对，然后就觉得也不想跟小孩子年纪差太多。嗯。对，然后今天是对。造型师帮我设计，想说今天颜色比较多吧，就多一个水钻，加一个小亮。你今天眼下的那个是什么样的情况？垂泪是什么？就跟加一颗痣一样，就是它比较闪亮，多一个视线的交叉度。对，因为他昨天过生日嘛，他前阵子会跟他有过他的生日，有一起签字就过。没有，因为晚点会见面了。哦，见面。